我觉得这节课对我以后应该很有用，因为我的工作也 do a lot of reading 还有 regulation 这样子，我觉得有时候我看了一大堆的不明课，我想这方面可以，我想我会利用这个 technique 可以帮助我 memorize in order and stuff，so, and also 我可以帮助我孩子念看书啊，因为我小孩他 reading 有时候看完了不忘掉了，所以我想我应该会帮助他。好，谢谢。嗯哼，谢谢。